各位师兄好，又系我 Kenny， 咁啊同大家研究埋10月12号嘅第七场赛事啦，呢场2班1800啦，咁啊全副洋赛啊，咁啊未订阅我个朋友可以揿一揿订阅个掣，揿一揿个钟仔，有片提示大家一齐睇啦。咁啊呢场先讲咗啲马房先啦，咁就罗富全三只加佢师傅就四只，跟住告东尼就三只啦吓，咁就都系大混乱嚟嘅大混战啦。咁就同大家講神操先啦，咁啊一號幸福分享啦，何澤瑤有掂過嘅保持功夫啦，二號嘅妙算達人副鏈成日掂住嘅喎，保持功夫啦，三號嘅歇霸神區啦，潘頓有掂過嘅嚇，保持功夫啦，四號嘅喜連奇星啦，從化試過集嘅，但係停過三日貨啊，因為試完集之後就不良於行啦，停咗三日，五號嘅勁無比啦，就保持功夫啦。咁啊，六號咧就繽紛遊戲啊，陳嘉熙有掂過嘅，咁就用阿李寶利啦，因為陳嘉熙唔夠硬淨啦，上次都係李寶利嘅。七號嘅六寶啦，就從化試過集嘅，都係積極嘅。八號嘅天池怪俠啦，史卓峰有掂過嘅嚇，保持功夫啦。九號嘅美麗經典啦，李建國有掂過嘅，保持功夫啦。十號嘅結彩繽紛啦，就保持功夫啦。十一號嘅仗耀都係保持功夫啦。咁啊，同大家講咗就係嗰隻咁嘅喜連奇星啊，停9月13号不良於行啊，停咗三日功夫啦。咁就其他都冇乜特別。咁啊，股劃調動方面啦，咁就因為有依場馬有咁多馬房出咁多隻咧，依啲都要去細心研究一下啦。咁啊，出11隻馬。咁啊，幸福分享上次就希威森騎噶啦，咁啊希威森今日就用咗騎咗結彩繽紛，咁啊佢用翻何澤瑤佢最好嘅配搭啦，即係李建威嘅愛將啦。咁啊二號咧就妙算達人啦，就本來上次杜美爾噶嚇，咁啊今日有配備變動，但係今日佢杜美爾就冇馬騎嘅，佢都係擺個舌恩噶嚇，唔知點解啦。咁啊，三號嘅歇霸神區啦，就上次就李敬國啦，咁就跑過第四翻嚟，今日就換咗潘頓啦嚇。咁啊，李敬國騎咗阿摩嗰只美麗經典啦。五號就原裝配搭啦，勁無比。六號都係原裝配搭李寶利嘅。咁就八號嘅天池怪俠上場就潘頓噶啦，擺個第二翻嚟啦。咁啊，潘頓就騎咗歇霸神區啦，咁啊擺個史卓峰上去啦。九號咧就上次就蔡明少嘅，咁啊今日蔡明少就冇啦，就用咗李敬國，李敬國就本來歇霸神區就調咗過嚟啦。咁啊結彩繽紛就史卓峰啦，咁啊史卓峰今日就騎咗嗰只咁嘅天池怪俠啦，咁就今日就換咗希威森啦。咁啊仗耀就原裝配搭嘅，咁原裝配搭嘅，跟住告東尼嘅一選原裝配搭就仗耀啦，跟住羅富全三隻咧。就一選嘅咧，就係嗰只妙算達人就用舌恩喎、哦；二選嗰只咧就原裝配搭田泰安喎、哦；三選嗰只咧就原裝配搭李寶利喎、哦。咁就佢師傅嗰只咧就本來就史卓峰就換咗希威森喎、哦。咁啊，同大家睇翻勁無比嗰條片啦。咁啊，勁無比嗰條片都有幾隻馬睇噶，有仗耀啊美麗經典啊。歇霸神區啊，同埋嗰隻咁嘅勁無比美麗仗耀歇霸神區，同埋嗰隻美麗經典啦、啊，咁啊可以睇呢條片有幾隻馬可以參考啦。咁嗰隻勁無比熱咗一場身之後咧，跟住就可以跟翻前啲又有得爆啦、啊、今日再加長啲。唉，嗰日都我都買咗嗰隻美麗精神㗎，買佢 win 佢就俾阿勁無比剁咗。咁啊，歇霸神區咧都係留得辛苦㗎，李敬國啊，即係有啲似坐遇歸來咁啊，又係留到隻馬頭昂昂頭昂昂啊。咁啊，仗耀就喺外邊啦。勁無比都係幾乖巧下㗎嚇。美麗精神就好大步，但係均速啊！
第三美麗經典第四勁無比出面啦，有呢只象苗開始走啦，白臂孤血霸神區，最出咧仲有只蒙古王，馬林中間敏感咪就威進區，好啦，最後直路三百，前面美麗精神睇下捱到幾多啦，中間勁無比咧就第一隻上嚟挑戰，咁再見到外邊位置有象苗，出面兩隻血霸神區，最出蒙古王啊，好啦，最後百零米透出嘅咪中間勁無比，埋邊美麗精神騎落去仲有多少？再見到中外檔有象苗，出面血霸神區接近中間勁無比贏。咁咧，大家谂下，如果加长二百，咁又点咧？咁呢场马啦，就大家可以睇翻下啦。咁啊，幸福分享啦，妙算达人啦。咁啊，呢啲叫做咧卡士系高少少嘅吓，即系曾经就跑过 group 都 OK 嘅。咁啊，協霸神區咧都係成日都係二班啦，一班都跑過。咁啊，喜連奇星啊受過傷，勁無比就啱啱上二班就贏咗。咁就一隻就當瑞，勁無比上次係加咗佢幾多磅咧？120，1磅。象耀咧就116，就減3磅。咁咧呢場馬啦，一定要估計個步速啦。如果你即係一定要睇啦，諗一諗個步速係點樣啦。咁啊變咗咧我相信妙算達人會擺前面啦，喜連奇星都有可能啦。咁啊繽紛遊戲都係㗎嚇。其實呢只繽紛遊戲咧，佢又上場走咗去快活谷。今日啊，兜翻嚟沙田就可以擺得前嘅，象耀又咁呢場咧，我自己就覺得啦，就我都係信嗰只勁無比多啲，佢又可以咬住下，又有得爆嘅，咁但係就要拉長200米，咁啊睇佢上次咧就應該 OK 嘅啲腳。咁我呢場嘅個人心水啦，其實就呢場就都係簡簡單單鐵三角算數啦。咁就原裝配搭嘅勁無比，就希望佢拉長二百，前面有啲馬走嘅，佢都係一隻爆發力當鋭嘅馬啦。希望佢克服到呢個200米嘅問題啦。咁就愛咗呢只勁無比先。咁啊，象耀都俾到壓力佢嘅，咁又係原裝配搭嚟嘅，又係當鋭嘅馬啦。咁啊，都係莫雷拉嘅，咁啊變咗。呢啲原裝配搭咧就可以信賴下啦。咁啊，另外再揀多一隻咧，就由李建國換咗協霸神區噶啦。可能李建國留得只馬，沈集成覺得佢留得頭昂昂咁啊，換個潘頓落去啦。咁啊，今日啊依只今日依反為路程根據咧，呢只就好啲啦，1800。同埋佢後尾嗰幾步咧都係逼得好犀利嘅都。即係嗰只勁無比咧，都唔係話好輕鬆嘅，再跑長啲佢真係可能過佢嘅。咁啊，愛埋呢只啦，簡簡單單啦。因為佢上次嗰場咧，就我相信呢場個步速可能會，即係會唔會冧住嚟跑㗎？我睇一睇賠率嚇。系啦，我依三隻啦，協霸神區啦，勁無比啦，同埋象耀原裝配搭，原裝配搭，跟住換潘頓。系啦，我依三隻啦，3號嘅協霸神區啦，5號嘅勁無比啦，依只叫做有啲分頭啦。咁啊，11號嘅象耀就係我嘅心水選擇啦。咁其實咧，如果講真啦，博冷門嘅可以博多嗰只咁嘅妙算達人噶嚇，即係羅富全三隻咧。呢只係個副鏈成日掂住佢㗎，但係就薛恩，其實薛恩都唔差㗎，咁但係佢杜美爾好似硬淨啲。呢只係零零舍舍同羅富全嗰啲功夫唔同㗎，全部都係副鏈㗎，一係揀一隻膽。
揀一隻膽就可以拖一下。呢場搏下冷門啦，搏下冷門啦，我要嗰只勁無比做膽啊，五膽勁無比做膽，拖二號嘅妙算達人，11號嘅將要，同埋3號嘅協霸神區啦。薛恩啦，搏一搏啦，因為嗰只妙算達人咧就可以擺到喺前面走，叫做機動一啲啦。即係因為我都有少少覺得。會唔會冧住嚟跑呢？咁啊，妙算達人喺前邊啦，勁無比守住下，紛紛遊戲喺前邊啦。咁啊，大量呢兩隻都係佢啲人嚟噶嘛。咁啊，仲有冇啲馬可以放搞下佢嘅咧？呢好似可能冇喎，係幸福分享，唔會走去放啩。咁啊，變咗咁樣就會好啲啦。咁我就用呢場嘅個人心水啦，五號嘅勁無比做膽，拖二號嘅妙算達人搏下佢呢只冷門雪恩啊雪恩啦，跟住3號嘅協霸神區咧。咁啊，同埋11號嘅將要就係我個人心水啦。咁啊，希望有訂閱我嘅朋友可以撳一撳訂閱個掣，撳一撳個鐘仔，有片提示大家一齊睇啦。廣告唔太討厭嘅，可以撳入去當係對我嘅實質支持啦。咁啊，希望各位師兄聽日都可以贏多啲啦，同埋泥地嘅就可能聽日天文台話有雨㗎嚇。咁啊，泥地咧就盡可能去現場先至買啦，咁就唔驚個場地起變化啦，或者覺得起變化嘅，到時都可以執得切生啊嘛。咁啊，希望各位都贏多啲啦，好多謝曬，拜拜。